2018湖南卫视春晚主持阵容公布，汪涵、何炅两大湖南卫视王牌主持将在本次春晚上热闹聚首，领先一众芒果名嘴亮相，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预热。被李健高度评价过的快乐男生张航、杨基将与新生代演员张新成在湖南卫视春晚上联手带来一首将传统现代音乐形式融为一体的歌曲《欢呼中国年》。张新成凭借在青春校园网络剧《你好就是光》中的林阳一角，成为了无数少女心目中的白月光。另外，魏巡和 Seven Senses 也活力来袭，加盟让这首《欢呼中国年》增添了更多青春清新的色彩。